兵线马超呢，我们要出兵线马超，我们要先出鞋子，这样才不会空二技能，知道吧？你看，他先出的一定是鞋子，可以吃他吃他枪的伤害啊，这样帮助咱们更好的补刀。然后尽量是补第一排兵，第一个兵尽量是全部补到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刚好250块钱来个打野刀。哎，他出来清线了，我们就打他一套。哎，击飞漂亮，这个闪现很果断，可以。那对面死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先反这个，先把坤反掉，然后再回头收自家的，直接起飞了。这打野，我靠，不愧是绿豆打野，直接他喵的把蓝 buff 拉脱了。人家刷完一整片野区了，你这哥们还没出蓝呢，1分4秒连蓝还没有出呢。哎呀，落后太多了，往后走。正常我们打马超是需要先出背心的，但是大顺风的情况下就可以先出打野刀打发语了。这把太顺了，太顺了，可以先出打野刀再出背心。背心是打架能力强，但是发语是不如打野刀的啊。好，四级了，那他更不是我的对手了。你想秒我，你个臭小子！完了，真给他秒了！我靠！那个臭小子嚣张起来了。哎呀哎呀，把他宰了，把他宰了。哎呦，刚好大招好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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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，去下路打任务担待，别让我打架了呀。哇，我在干什么呀？完了完了，这把挣完了，逆风了，逆风了，真的逆风了，兄弟们，真的该认真起来了。可以可以，就烦他他这只野怪，盯住他一个反，让他叠不起来，这个知道吧？就烦他这只小鸡仔。死马超，你觉得你是哥们的对手吗？哎呀，没血！哎呦，又来了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被他抓傻了呀！我操！再翻他这个！完了完了，这梦魇都好了！哎呦，真的废掉了我！糟了糟了糟了，金刚四了，这把逆风翻盘啊，兄弟们！我靠，舒服了，那不能送了。有这个小鸡仔刷了，马超有点送无敌了，都怪我。不砸我？哎，你是真的对我情有独钟啊，你个阿骨朵！就是因为我一直翻你野怪嘛，受不了他了，断线，嚣张一点。继续翻他野怪，嗯，这西施又能杀，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杀不了，走了走了。这是真男人的诚信。好，送的好，兄弟，这两波给我直接送飞了。你这阿古朵，我靠，我等一下必须收拾他，见我就放大，什么鬼啊？还搞什么呀？这鲁班这么嚣张吗？哎 A2 打他后路，不能再打了，开始撤退。哎，开得好，兄弟，完了。
他肯定想来拿五杀。你在嚣张什么呀，兄弟？哎呀，张飞在我就杀不了他。张飞这个版本带个治疗，而且那个防御装，我杀不了他。但是我这波断线就反甲就能杀他了。我已经起来了，接下来该我表演了。我去你丫的！这还上个屁呀、啊！今天你打卡了吗？我受不了了，我觉得我要发起进攻了。等他把这个拉我浪费以后，直接踩他的脸上 A 他刮他再 A 他再惩戒他，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，十几秒钟又是一条好汉。臭小子，我们先不好了，我这波放龙放得很细节的。哎，你哥俩连个制裁梦魇都没有，你哥俩有本事就杀我。哟，被闪现秀了，我靠，该不该出电刀呢？这一把出吧，反正顺风了。我先在这里卡好位置，好吧，给队友发个请求集合。我这个位置非常刁钻，就开这个西施，就粘他红 buff， 就是粘得住。再开这个鲁班，我就是粘红 buff， 嘎嘎 A， 你跑不了了，小蛋蛋。马超应该去断线了，拦住他。枪若白狼，哟我靠，那马超捅完了。能推个高地，推个高地吧。我要把高地推了，高地推了就走。开始撤退，这波又是我带的节奏。我身上没红了，这波对面红快刷了，快救他一命。哎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哎，他卡枪了，抢了个红海。走，哥们跑得快，黄刀加电刀，我操！还好，他没闪现，他下波得死，老惨了。发起进攻。没闪现你个死西施，我看你怎么玩啊，装 C 全没闪现，看你怎么玩。收藏了视频就要对他负责。开始撤退。哎呦，这波没抢到龙啊。开始撤退。那我就抓死你啊，笨蛋。那我就抓死你啊。没成绩。我操！全部拿下！你小子还想断线是吧？那小熊猫前期针对我，你针对个程咬金怎么敢的呀？这张飞卡住了，没事，我杀西施，西施复活了，我又来了，笨蛋，就杀你，拿下。0-4打成9-6啊，兄弟们，说了逆风翻盘，别不信。
没有克制我的阵容随便杀。 OK OK， 终于上国服了兄弟们，终于国服了，奶奶的，终于1900了呀，这个1800待的我是脑壳子疼啊，天天演我演我，把打包对抗路，终于他娘的1900了，应该上国服了吧。